黄丽文同志，你的孕期大概有13周了。选择留下还是选择放弃，现在是最紧要的时期。站在妇科大夫的立场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：如果选择当下手术，会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后果。但是现在环境非常复杂，是否有利于你安胎休养，这个需要你自己来定夺。 这是小光的孩子。我和张小光同志虽然不是一条线上的，也算是有一面之缘。当时他们组接了一份武器材料，德语写的，急需翻译。组织上派我临时去帮忙。我和张小光同志可以说是一见如故。我们一起工作了4个小时。 我口译，他记录。他真是一位非常有热情的同志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才心切的人，当即便邀请我留下来同他们组一起工作。可是组织当时对我另有安排，还以为今后仍然有机会和小光同志一起工作，没想到。 把孩子生下来，我要把小孩生下来。丽文同志，先冷静。如果选择留下孩子，你是否要返回后方？不知道。 唐医生，你让我再想想，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再给我一些时间。当然，黄丽文同志，你保重身体，我们等你的决定。 您是不是找错人了呀？我是个良民，我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。我没做什么事情的呀。您认识我吗，先生啊？我都没有见过你，您是不是？让你说话了吗？没有的呀。你跟你们家丽文小姐关系怎么样？丽文小姐，您问这个做什么呀？你好像很担心她呀。你们关系不错，对吗？ 认识吗？别人都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个儿子是吧？你把他一直寄养在乡下，一年都见不上一次，只有到过节的时候，才把自己辛苦赚的钱寄回去，不容易啊。先生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。你知道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不想他出事儿？我不想的呀，我不想的呀，我不想的。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们。 你儿子一定没事，我配合，我配合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从现在开始，黄丽文每见过一个人，每说过的一句话，每打过的一个电话，你都一五一十的给我记清楚，来告诉我，听明白了吗？是不是丽文小姐得罪个二饼？那我替她赔不是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你儿子真可爱，千万别出事儿。我知道了。 我做的，回去吧，别让丽文小姐等着急了。等等，别偷懒啊！不偷懒的，不偷懒的。
姐，漂亮吧？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伴娘裙，可好看了，下了我好多的血本呢。嗯，这个我穿不了吧？要不，啊，你给妈妈吧。好呀，好呀，那我就笑纳了。哎，妈，我去。这个对你来说，中午12点，丽文小姐在妹妹房间里跟妈妈和妹妹讲婚事。不是，姐姐呀，她从来就不喜欢穿这种什么露肩呀、露背的衣服，对不对呀，姐姐？是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 那就给他了，试一下。但是姐，你试我看看呗。我最近都胖了，你看这腰身这么小，穿了肯定会哪儿胖了？挺瘦的呀。哎，虽然比起我差那么一点点，哎呀，试我看看嘛。妈，那个你不是说了要给丽娜缝锦囊的吗？嗯。哎呀，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差点忘了。哎呦呦！妈。 搞这些东西干嘛呀？这个你就不懂了。红枣、桂圆、花生、瓜子是有意义的。嗯，早生贵子。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是不是也心急了？回头呀，我让云府在他们队里给你找一个下午1点到5点，丽文小姐在课堂间怎么样？准备妹妹结婚的红锦囊。 飞行员坚决不行，又来了。丽文啊，飞行员不行的，乔家二少爷也不行，其他的只要条件好，你都可以试着相处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得抓紧，要不然结婚太晚，孩子都不好生。别闹。 丽文小姐，热水我给你打好了。哦，丽文小姐，都说了不用特意帮我打水呀、啊。没关系的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晚饭后，丽文小姐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我敲她门，马上听到。 老弟，江科长，最近挺忙啊，又帮柳爷干什么体面活呢？柳爷收了一套邮票，我来帮他估值。真的？那当然了，我是外人，柳爷就用我们。关键的事儿，还是要找您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套邮票真好，我下次跟您说。
先生，您是为朋友挑选，还是为家人，还是恋人呢？算不上恋人，但比朋友近点儿。心仪的女士。算是吧。那这位心仪的女士，她的性格是活泼还是安静？她的气质是优雅还是俏皮？她七分是安静的，她有三分是活泼的，她外表很优雅，但里边呢有点小小的俏皮。如此完美的女士，那自然要完美的首饰相配。那我只要漂亮就行，钱不是问题。哎，你们这有最贵的吗？让我看看。好嘞，先生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既清秀又典雅，价格呢是高了一点，但是物有所值啊。包起来。好嘞。上午十点，丽林小姐去了唐医生的诊所。唐医生，我想离开上海，返回后方。我结婚的事情，我妈妈跟我妹妹都不知道。而且时间越长，我怀孕的体征也会越来越明显。我不想节外生枝，也不想让他们担心，所以小光走得那么匆忙，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释怀。万幸他还给我留了一个孩子，现在我只想好好保护他，把他平平安安生下来，让他健健康康长大，别的我已经顾不上了。丽文同志，你的苦衷我听到了，我非常理解。25号我们将会有同志返回后方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一同前往。这个名额非常宝贵，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妥善的准备，准时出发。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今后会更加的困难。我明白。谢谢这段时间你对我的照顾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李文同志。这个你拿好了，是给你补充叶酸用的，主要是可以预防胎儿先天性的疾病。每天一粒即可，一定要持续到孕后期。到了后方，你要去找一位名叫楚风铃的妇科大夫，他非常有经验，我会给他打招呼，由他关照你。你的分娩和产后的休养都不会有问题。真的，太谢谢你了，唐医生。为了孩子，小光同志的事情，你要学会慢慢放下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个说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很难，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。你看一下，无论是灿烂的还是忧伤的风景，一定会成为驿站，必将过去。你要记住，你现在是有组织的人，不久就会迎来自己的孩子，这些哀愁不会困扰你太久。来吧，黄丽文同志。你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母亲。
喂，小姐，去哪里了？啊，去找唐医生了。哦，那怎么不让唐医生到家里来呀？我哪敢啊！一点月经不调的小事，我妈非要东问西问。你千万别跟她说，省得有人麻烦。哦，我不会讲的。 李杰回来了，哎妈，来来，给我，哎呦，这么沉呐，快快快，哎呀，拿着。哎，上个礼拜，研究所发了应变费，后来我忘了拿回家了。忙的吧？啊，李杰啊，我不是说你啊，钱放哪儿都一样，但花起来可就不一样啊。哎，你就说你这应变费，你干嘛放在单位呢？上个月能买几袋米，这个月连几个鸡蛋都买不了。 你放在单位那不就简直成了贬值吗？啊，李杰啊，你看你整天都费脑筋伤神啊，别再操心了，好好的把你的研究搞好，走，上楼休息，走，跟妈走。偏心。 李娜，当你看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。难以启齿的离别，只好写在纸上。李娜，这一次我走，绝不像当年那样，是因为对这个家有所不满，而是我有我的难言之隐。我实在不舍得你，不舍得妈。我本以为。 你们永远不会原谅我，可你们却宽容了我。李楠，请你保重，照顾好妈妈，我会回来的。等那时，我再把心里的秘密痛痛快快地与你们说。丽文，我进来喽。丽文啊，我想让你帮我。 呀，打扰你啦。没关系，我在练字。啊，丽文，你这字写的太漂亮了，回头让丽娜也跟你练一练，她的字就不如你，差远了。您大字都不识一个，还评判呢？妈妈会看呀。哎，丽文啊，你读书好，妈是想让你帮帮我。 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妇女代表竞选啊，乔太太已经退出了，是吗？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25号啊就要在保整家唱票了，看谁的票数多。啊，乔太太退出竞选，那当选的人肯定就是我了。嗯，我听说当选那天呀，这妇女代表要发表演讲，你可教教我。嗯，演讲呢？嗯。 那我帮你拟个稿吧。好，中午，丽文小姐在自己的房间里和妈妈讲妇女代表竞选。来了来了，这个呀是清炖乌鸡，还有糖醋桂鱼、玉米猪脚，还有酱油鸭。哎呀妈呀，这今儿这菜也太硬了，这回我赶上趟了啊！桂芬啊。 怎么这么多菜啊？老爷，太太，这些啊都是二少爷一大早上说要吩咐要做的。这鸡鸭鱼肉样样都送到了灶皮间，我只管做就是了。嘿嘿嘿，啊，爹、妈、大哥大嫂，我都出来3个星期了，都吃家里的，用家里的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我今天呢，就这些银元。 补上我的伙食费，连本带息的。我谢谢家里人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特别是爹您的教诲，妈您对我的关心。爹，您不是说这段时间吃的很素吗？我就买了些菜，改善一下伙食。那爹啊，行啊，这些菜就是在黑市里啊都很难买到的。嘿嘿。 价钱都炒上天了，嘿，要不是你啊，我们天天要吃清江菜的。哥，你严重了，快吃。现在行情这么好啊，二弟，你在黑市上卖东西能挣那么多钱啊？
哎，爹爹，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在机关里面工作的啊，我管财务。您不是喜欢吃猪手吗？趁热吃啊。啊，哦，您爱喝的乌鸡汤。大哥大嫂，酱鸭是你们的啊，鱼是你的。我要上楼去工作一下，我马上下来。哎，老三，哎，吃饭呢。等等，等李杰回来一起吃。都吃吧，一会儿菜都凉了。妈，您吃吧。等等，爹，您吃，一会儿凉了对您胃不好。让你等等。桂芬，哎，去老三房间看看他干嘛呢？少爷，他在房间里工作呢。他工作就工作，他工作让我们所有人等着他，菜都凉了怎么办？吃吃吃吃吃，妈吃。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三儿子一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的，他说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，猴年马月呢，一会儿菜都凉了，浪费一桌好菜。这不回来了吗？吃吧。哦，菜都凉了。老三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工作，把我们放在这儿一桌子人等你跑回去做的呀？啊，嗯。二哥，刚才我有一个演算的思路，所以回房间记录一下。你不能放后回去吗？一顿饭能耽误你？你进门的时候不还是跟我说吗？钞票的价值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里面起伏，那演算思路也是一样的。如果我在这儿多待五分钟，有可能这个思路就模糊了。所以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里面，我优先选择了时间。你能说人话吗？对对，我听不懂。李杰说的对啊，他说的这个思路吧，就像流星一样，一出来就得抓住，要不然就跑掉了，对吧？啊，嗯，这古话早就说过，隐似长鲸，快西川。思如可计，永奔泉。灵感来了，绝不能等，更不能拖。神乎其神啊！这一不小心，我算账的思路灵感也来了，一秒钟都耽误不了。我来。喂，是我，黄丽文呀。哎，你现在有空吗？上次说的电影，我们去美美戏院看看吧。好啊，我有空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戏院见。好，好。你们不用等我啊，我去就回来。
泽，小姐，又跑出去看什么热闹呀？哦，我看丽文小姐出门了，今天天气不好，估计会下雨的。丽文出去买东西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哎，你看看啊，这上面的口红印子都没有洗掉呢。哦，我重新去洗啊。啊，还有啊，昨天那床单也没洗干净。哦，那你这两天怎么回事啊？心不在焉的。我这就去洗啊。床单。哎呦，好的好的。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我就买了这些，你吃吧。你吃吧。我还以为你上次说看电影只是心血来潮，你不知道，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跟我弟生气呢。你弟弟怎么了？你跟你妹、你妈比较喜欢谁啊？我不知道。可是我妈妈总说，丽娜长得比我好看。别听她瞎说，你更漂亮。其实啊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不觉得你逊色。弄堂里都知道你弟弟名气大，是大物理学家，可是你很聪明啊。我们经历那么多事，你每一次的反应都快极了，这个能力我怀疑你弟弟就没有。他们都不懂我，只有你了解我。今天我其实有话要跟你讲。说吧。我要离开上海了。什么？以后可能我们还会再见面，但是也有可能以后也见不着了。可无论如何，我都想当面告诉你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这段时间你帮助了我那么多，我有太多太多的感谢要跟你说了。这是送你的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你怎么会要离开？你为什么会离开？是非走不可吗？那你接下来去哪儿？你妈妈、你妹妹，他们舍得你离开吗？我就告诉了你一个人，你要替我保密。他们都不知道，你是想不辞而别吗？黄立文，你说话呀！你什么时候走？最近吗？年前还是年后？你说话呀！你是不是害怕什么？你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如果是楚科长盯着你那个事儿，我可以去找毛六爷，啊！我是你的朋友啊，你说给我听啊。你不会是欠债了吗？是高利贷吗？我会想办法，我现在不穷了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想到办法。没有，乔治才，我很好。你跟我说呀，你跟我说呀。我先走了，你要保重。哎，灵儿。
丽萍小姐，有事吗？没有，有的，丽萍小姐，我乡下，是不是乡下出事了？你手头上比较紧，没关系，你等我一下啊。我有的也不多，你先拿着应应急吧。谢谢丽萍小姐。姐，哎，你赶紧过来帮我看一看，我怕把谁落下了。这么多请帖啊，你要搞这么大阵仗？我已经查过黄历了，小年夜宜嫁娶。你真的确定是小年夜结婚吗？姐，你都问了我多少遍了，云府清清楚楚讲的，我怎么能记错呢？但这么多人也请不过来吧？这算什么呀？我丽娜小姐结婚，多少风流雅士得捧场呀！给你瞧瞧啊，这些全部都是我的衣食父母，过去照顾我的老板小开。我结婚最伤心的就是他们了，都哭着喊着想要给我陪嫁。还有这边呢，都是我百乐门的同事朋友们，有给我化妆的，有给我伴舞的，还有帮我去收拾那些地痞流氓的。其实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他们了，姐。还有这边，这是我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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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亲的人了，姐姐、妈妈、阿娥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布置的特别好？好是蛮好的，可这么多人，我们家也坐不下呀。放心吧。福星楼的所有包厢我全部包下来了，到时候宾客在那儿等着就好了。不过嘛，云府家的人我可是一个都没有请的，反正云府跟我说了，他会跟他们家的人断绝关系。还有我们弄堂口的那些势利眼，我也一个都不会请。丽娜，这样的啊，你看你现在是风风光光出嫁，请了这么多的宾客，可是人家乌队长是孤零零的娶妻，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好啊？你好歹也请一点他的朋友吧。我也想请啊，可是他的朋友都在广州。哎，还有一个他老同学在这儿啊。谁啊？乔礼杰。乔礼杰，我不请。你看你，请不来的你不请，请得来的你也不请，那你让人家乌队长在婚礼上面谁给他当伴郎？你讲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乔礼杰，那他这个喜帖我去送，好吧？好吧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想当面告诉你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可能我们还会再见面，但是也有可能以后也见不着了。先生好。哦，这个你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哦。
我不会写字的，我只懂画。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。这个呢，代表出门。这个是我们家丽文小姐，她去看医生。大白兔，医生姓唐。唐医生，你家丽文小姐身体不舒服啊？哦，对的呀，丽文小姐月事不调。这个唐医生呢，是我们弄堂里看妇科病的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回答我问题之前，你最好先想想你名字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还有吗？我再想一下啊。哦，还有一个，就是每天晚上，丽文小姐在自己的房间里要待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我一敲门，我就听见关柜子的声音。先生，我们家丽文小姐是好人。丽文小姐是好人，我不是好人。不是的，你们也是好人，你们是大好人。继续盯着，随时找你。走吧。科长，你说黄丽文会不会在家里藏了什么东西，比如电台什么的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咱们的机会来了。算生死之交了。这种事情麻烦你特别不应该，但是你是我在这儿唯一的朋友了，真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想当面告诉你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小姐，我出去一趟。哎呀，好的呀。哎呦！哎呦妈呀！哎呀！哎，乔家少爷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刚好。要找一下丽文小姐，还在家吗？我想去你的世界，翻过冰山，趟过了火焰，人海蔓延，铤而走险。